大家好，我是皮克，您业余桌球赛事的好朋友。本赛事为样桌球公开赛，在我们画面中，左手边的是戴文琴选手，应战画面中右手边的卓彦雅选手。戴文琴选手曾经在2013年北商杯男双组荣获殿军的好成绩。另外，卓彦雅选手曾经在2021年代表寿山高中参加全中运高难度团体赛，荣获第七名的殊荣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本赛事究竟鹿死谁手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时间少少无去咯，又告别讲再会咯。你若是看有介意，订阅搞就会去。我是皮克，您业余桌球赛事好朋友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